欢迎各位，这里是贵圈猛料，我来吧，就得你来抢沙发的，这就是娱乐圈，欢迎各位乖乖的手滑点入，这就是娱乐圈，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打卡上线，我是今天的圈主播西西。最近呢，由郑爽主演的《我的保姆手册》正在我们大酷独家热播当中。那剧中呢，郑爽的角色以及造型呢，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。很多网友就说哈，作为该剧的艺术总监，在这部剧当中呢，郑爽真的是把做自己、演自己发挥到了极致。而且很多人都说哈，在这部剧中呢，真的能够看到郑爽自己的影子。那么大家看完这部剧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每天让小编累到吐血的圈中猛料，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前阵子难觅踪迹的薛之谦近日不但回归火星情报局，更是在节目中袒露心声回应黑料，说到激动处还数次落泪。阿雷，你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原来是薛之谦被嘉宾触动，于是谈及自己，感慨一路走来蛮圆满，老婆孩子也都有了。我也已经结婚了，我把我的老婆也找回来了，我现在有了小孩，我觉得我自己蛮圆满的。而有些事不太愿意去解释，回归是因为放不下音乐和粉丝，这般走心的独白自然引得粉丝们心疼打 call。 而不少瓜友更是想要探知薛之谦近况，那就每周五锁定我大优酷火星情报局吧，你们想要 get 的都在这里啦。杨幂和迪丽热巴关系到底咋样，绝对吃瓜群众喜爱话题榜 top 3。最近杨幂接受采访，第一回曝光了公司全貌，瞅迪丽热巴这海报简直要 C 位出道的架势，就足以证明地位了。俩人关系呢，肯定更是没问题啊，要不杨老板也不能老跟咱们胖迪搭戏是吧？瓜友呢更是喜闻乐见，毕竟美女互相搭戏，看着都养眼。再加上这回两人友谊也算是个小实锤，挑事情说人有矛盾的黑酸呐，还是赶紧歇歇吧。昨天李小璐工作室和贾乃亮罕见的同时发博，虽然一个说感恩节，一个是报节气，但总归是前后脚上的线。贾乃亮更是直接感叹，到老了那一天也要记住生命中所有帮助过你的人，是他们给了你温暖的世界。被瓜友说是隔空喊话李小璐，看来虽然李小璐所属公司都变了，但她照片可还在贾乃亮工作室稳稳做 C 位呢。再冲着同步发文的架势，这出国产一难忘啊，且还有的看呢。铁拳男孩蒋劲夫道完歉就没影了，逼得前女友再放大招，说他动手把孩子打没了。蒋劲夫朋友又站出来，直接说妹子混黑道，还勒索蒋劲夫10亿日元。有媒体联系女方律师，对方因为保密义务，也无法对金额进行表态，还透露自己不知为啥被换了。回头女方又把社交平台都清空了。唉，吃个瓜咋这么费劲？你们都和李雨桐好好学学行吗？管你什么农夫三拳，抡起雷神之锤，通通砸扁。饭圈首次工作室是常规操作了，这不就轮到张翰工作室了吗？认真发了一波老板美图，结果被粉丝喷了个透心凉。原来张翰自己发的也是这组，只不过看起来是自己截的图。粉丝不干了，工作室干啥吃的？不能给我再发一张原图？要说这么大怨气也有个由头，圈圈一翻，果然工作室之前就被粉丝说反黑不利。不过人说的事儿确实发生过，小哥哥也坦然面对，积极改正，这口大锅呀就别让人工作室带背了吧。近来正面刚邱泽让于正吸了不少粉，但与之换来的是多了一个俏皮的昵称死丫头。昨晚于正晒照发文感恩喜欢他的人，随后话锋一转，掐腰喊话，不要再叫我死丫头，我还要搞对象的，各位嘴下留情，给我几分薄面。嗯呐，咱们网友也是贴心人，纷纷回复调侃，好的死丫头，知道了死丫头。劝姐劝于妈清醒一点，死丫头不比胖丫头暖心嘛。近日李亚鹏透露李嫣近期再次接受唇腭裂手术，称手术前嫣儿曾笑着跟自己说，爸比，我和你自拍一个。女儿进手术室后，李亚鹏却独自到楼下马路悄悄哭了。网友感动之余也很疑惑，女儿手术只有爸爸在吗？王菲去哪儿了？圈姐我哪知道，只知道李嫣不会跟老妈一样踏入娱乐圈，早前传言已经被知情人士否认，不过进不进都没什么，反正我们李老师已经自信有范的成为焦点了。感恩节送什么礼物给妈妈？想想办法吧，爸爸。哎，我们 Lucky 爸就做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示范，昨天戚薇的串串香店开业，然而这就是老公感恩节送给她的礼物。剪彩仪式后，李承铉火速和妻子机场会合，并豪气对粉丝们表示，欢迎大家去吃，一律5折。哇塞，你负责
责貌美如花，我负责赚钱养家呀。网友断定程炫欧巴必定家中地位很高。 What？ 什么高不高的，尊重老婆疼爱孩子不就够了？这样的爸爸有的是办法。日前周杰伦正式宣布自己将加盟好莱坞大片《极限特工4》，发文称是时候戒掉珍珠奶茶，再度回到健身房了。文末又是止不住的炫妻，戏称妻子与巨石强森演戏，丈夫与范迪塞尔演戏，也是不撒狗粮就浑身难受。文章一发出就炸出这就是灌篮同队的好友林书豪，放话要去监督周董丢掉无理奶茶小王挤的奶茶。Jeremy， 求你抢得过他，但奶茶可不见得呢。昨天瓜友爆出一名女机场安检员的自述，姐你真的好高，我把你圈圈看了都脸红。这光明正大的性骚扰，瓜友们怎么能忍？虽然平时彩虹屁放起来都不安分，但爱豆真的被人上手了，粉丝们可不答应。不过被骚扰者信的回应就很机智了，也当做一种赞美吧。瓜友们点赞高情商之余，也纷纷感叹现在男孩子也不安全了，还叮嘱道好看的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。昨天涉嫌辱华的 DG 设计师发声明表示，如果我们有种族歧视就不会关注中国，如果你们只能看到歧视那我很抱歉。刚说过不是本人咋又道歉了？但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平复瓜友的怒火，就连隔岸吃瓜的 A 妹都取关了该品牌。虽然随后又发现 A 妹并未取关设计师，引得不少网友质疑其做戏态度不明，但国内以天猫为首的电商平台态度却很强硬，纷纷下架 DG 商品。设计师本想带走人民币，看来只有一手凉凉等着他了。八卦很久远，娱乐圈不停，这就是娱乐圈，每天早晨八点钟带你劈开头带你飞，让你秒变圈里人。我是西西，这就是娱乐圈，下期节目带你接着圈。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，电吉他这个时候出来干嘛？到底你猜不到也想不到，摸不着头绪，我总是为了什么追求不一到底。谁说爱张国芳一定要背得牢？谁说写张国芳一定要上街去舞动？这世界很酷。